我发现哦，你很有礼貌的在看着我妈妈很有礼貌的地方哦，阿公。哎呦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不是阿公啦，他不是阿公，阿公在这边啦。哦，你不是阿公啦，阿公，你很红，而且很有钱，听说你包了100万给你的 partner。哇，好有钱啊，干脆嫁给他好了，你改嫁他搞不好给你3亿呢。怎样？我要去哪里？我要找桃子姐，她带好多狗狗来呢。妈妈，你麦克风没有声音哦。妈妈来过来，妈妈我跟你说哦，你今天现场这么多人，你穿这样爸爸不会有意见吗？我想说就是这么多人应该要穿得有礼貌一点啊。哦，安尼叫做有礼貌哦。哇，现场很多人很有礼貌哦。谢谢谢谢桃子姐姐，恭喜你入围，送你一颗棒棒糖，祝你得奖。啊，我是男生，我比较喜欢女生。姐姐给你。啊，好棒好棒哦。啊，那个我发现哦，你很有礼貌的在看着我妈妈很有礼貌的地方哦，阿公。哎呦喂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不是阿公啦，他不是阿公，阿公在这边啦。哦，你不是阿公啦，阿公，阿公，你很红，而且很有钱，听说你包了100万给你的 partner。哇，好有钱哦！啊，听说这个姐姐跟这个哥哥如果结婚，你要包200万。哇！因为这一对不看了，这两个不看好的，哎，不看好。但是今天节目看好就好。忘了叫，赶快叫，没有缘分的妈妈。没有哦，不行，我今天就是要撮合，我当媒人公。妈妈，哈，我干脆嫁给他好了，你改嫁，他搞不好给你3亿呢。好不好？还是先这样算了啦。不爱啊，没关系啦。我什么不要啦？我也是很想要自己坐在这里，像台下那有一番事业啊。哦，你想当主持人呢？妈妈，你来。去哪里呀？妈妈来啦，来啦，来来来，来啦。哈，那你如果要当主持人，你就不能主持《饥饿游戏》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爱吃，你袂堪要腰。妈妈，有人混进来。哪里？那个哥哥啊，他是得金曲奖的，干嘛来金钟奖？哎呦，那是因为他入围了综艺跟实境节目主持人啊。我们今年有很多挂件好不好，有歌手，有演员，有瑶瑶，我们还有我们的猪头皮老师、陈明章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演员韦静，还有佑宁都有。哦，是哦，好厉害哦，你们。对呀，啊，还有导演啦。导演，那导演我认识啦，但是我要先说，妈妈，她是我的老婆。她是我的婆婆啦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我的婆婆啦。我的婆婆。还有她是有生之年的妈妈。啊，陈小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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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导演，你那个淑女养成记好好看哦，我妈妈也想当艺人。导演你好。她可不可以演那个淑辣养成记？可以吗？啊，你又尴尬了。你再不要再说了啦。哦，阿妈无啊啦。